汉土衰落，宦官酿祸，国乱岁凶，四方扰攘。黄巾之后，董卓、李傕、郭汜等接踵而起，劫持汉地，残暴生灵。因之，庙堂之上朽木为棺，殿壁之间禽兽食戮，以致狼心狗行之辈汹汹当朝，奴颜逼膝之徒纷纷秉政，以致是社稷变为丘墟，苍生饱受涂炭之苦啊。